有一种女朋友叫吴阳希，你同佢拍拖，是非就会跟住你。澳门博士 Alex 同咗吴阳希拍拖之后咧，又爆出小三疑云，要发单身声明，又要坐直升机来港冧翻女友，真系好唔得闲嘅啫。至于主角吴阳希咧，最近网上流传呢个前名史佛贵 C O F F Y， 之后改咗做呢抽英文字嘅微博用户，就系佢嘅真身。异形幻影大发。又咁啱得咁巧，寻日吴若希就 po 咗呢张细佬帮佢化 3D 妆嘅相，大家睇下吴若希同右边呢位男网民系咪好似人呢？正所谓宁得罪拉登，莫得罪高登啊嘛！摩擦力好强嘅高登巴打咧，就揾咗好多证据出嚟啦。你睇下，一日连呢个网民咧就画咗幅超人画，画好似佢老公。之后吴若希个微博竟然有埋相色版，呢位仁兄仲要转发埋，真系相当有嫌疑哇！而佢位老公系边个咧？佢2012年就放咗呢张相，系咪同吴若希当时拍紧拖嘅庄嘉宾表哥萧立庄有90%似咧？你睇下，仲 tag 埋 Larry 萧哥。讲到最精彩系呢个 account， 2012年嗰阵时曾经开名 tag 埋靓模 Yumi， 捞爆男友抄佢牌，讲晒粗口点嘅。我哋问翻 Yumi 呢件事，佢就话：我唔识得吴若希噶，前个男朋友嗰、那个Larry 嗰个咧，佢系好耐年前朋友聚会识嘅，但系好耐都冇联络噶啦。咁 Larry 有冇追求过佢呢？ Yumi 就话太耐之前冇留意对方有冇关注自己微博喎。而疑似自抽嘅吴若希啦，就一如以往咁回应我哋话，旧年已经随过有答过，唔会再答，好闷咁话话。但系点解佢同呢位男网友似得咁交关嘅？点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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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嘅？异